英语了。非常感恩你们到我家里做客。我即将会收到李斯丹妮亲手做的染布。你抢手机啊！你骑过马吗？我骑过大象。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相处，很多时候我们俩都时刻有一根筋绷着。东方的文化表达就是比较含蓄，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你受到观众的关注就是成功吗？未必。最近变了，觉得我有时候说你，你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包放心声。我怎么每天，你是不是长刺儿？很多乐队都是表面看起来其乐融融，但其实都有很多问题。老周使点劲儿，我死不了劲。会改变你的。如果是在有爱的基础之上的话，我觉得那都是特别值得的。如果说生活要毁灭掉谁，那我不希望那个人是你。也许我没有那么优秀，只要你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去支持你。好像得到父亲的认可才是终极的认可，这比外人说一万句夸赞的话或者好话都来得更重要。每个人都是孤独的，生来必定孤独，但我们在前行的路上遇到一些彼此陪伴重要的人就很好。